John Wood Group PLC 将为由 Total Eren 在智利南部开发的大型 H2 Magallanes 项目生产设施提供轻工厂概念工程。苏格兰集团将为开发离网设施设计各种解决方案。总部位于阿伯丁的伍德将协助开发一个 100% 离网的能源综合体，并将在绿色轻工厂生产氨。该项目位于智利南部麦哲伦地区的圣格雷戈里奥。全球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Total Eren 正在引领这个项目。该公司部分归能源巨头 Total Energies 所有。整个项目的工作将包括高达10吉瓦的风电装机容量，其中将提供高达8吉瓦的电解容量。它还将包括一个海水淡化厂、一个氨厂、港口设施以及电力传输和备用。港口设施将专门用于将绿色氨运输到国内和国际市场。Total Eren 正在与 Wood 以及麦哲伦大学合作开发氢气工厂。伍德的贡献将包括使 Total Eren 和麦哲伦大学能够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和风险分析的研究。Total Eren 通过收购190兆瓦 Santa Isabel 太阳能项目 50% 的股份进入市场。自2019年以来，他在智利圣地亚哥设有办事处。该国提供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使其成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生产的有希望的地方。H2 Magallanes 项目符合智利的承诺，即到本世纪末达到25吉瓦的绿色 H2 产量。Wood 可再生能源和电力总裁 Thomas Grell 表示，该公司被著名的可再生能源参与者选中，是因为其在 H2 Magallanes 氢厂项目上的工作。这个极具开创性和创新性的项目不仅代表了实现绿色氢气生产的未来所需的重大投资，而且还代表了绿色氨的潜力，这对于确保可持续食品生产至关重要，并且是加速能源的替代清洁燃料来源过渡。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独家电子书的机会，今天就注册吧。关注这个故事以及更多关于 HFN